我是一个网络行销的工作者，经常会跟客户长时间的开会。那开会当中一定会喝下大量的咖啡，然后在面对工作压力的时候，也会吃一些甜点、点心来释放压力。那这两个东西，咖啡、点心，都是让我胃很不舒服的东西，因为它会吃到胃酸，也就是所谓的胃食道逆流。后来朋友有推荐我喝这个麻辣天然苏打矿泉水。它大大舒缓我这个喝咖啡跟吃点点的一个症状，那后来发现它是一个微碱性的天然矿泉水，那这个道理很简单，就是酸碱中和嘛，那自然就会改善这个胃食道逆流的状态，所以我也推荐朋友，如果你有跟我一样，那我也推荐你喝这个麻辣苏打矿泉水。